就是冠军，谁把你放到傲慢？今天要玩这什么？临危不胜二。哦，这游戏竟然还给我出了二代。我不管，我就来开始游戏。反正你们都看过前面一代了，我就不想再多说了。OK， 是否跳过开头剧情？不要。不保游戏公司出的，我这两个家伙是谁啊？从没看过、欸，这是谁？强匪一右子，看斩谁？看斩谁啊？斩成交了，大哥，你看一下墙，炮，墙壁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听清楚，你说你们要做什么？那个我的汽车扎身皮好像磨光了，可以帮我换一下吗？需要我买东西的。哦，那作者重新崛起做出二代，我这应该哭还是应该笑？你把你放出来，我这样跟王八蛋的对话。不要在这边吵啦，因为你是谁？竟然敢妨碍我们？不想活了吗？找死啊！放肆！好像视野上面有冲突，大家快逃吧！啊，那你为什么的表情是这样？还是好像还是很痛？大家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看我这还是一车，我已经动作紧，不用现在处理。真的，这汽车不是光年是最突出的区域吗？下台。哦，然后晚自己就上来，这警察好快，真的。哦，还真都客串，这两排全部都是客串，但你也说是客串不是吗？哦，总算好整天了。零 A 是你，评委，之前我的 A 车被你拆光，我还没跟你算。这我都要跟你讲，讲这爱检视，因为这来对有异音。哪里还在异音呐、啊？当然 A 车可是很贵的嘞。没讲啦，你只要不买都无要紧，你去我你讲拢无要紧，我奉陪你到到底。算了，不跟你吵这个。今年跨年夜有没有去跨年啊？没有啊，跨年到哪里都是人挤人的，还在酒吧喝点酒比较实在。听说你最近去参加躲避球大赛，却是单场28杀纪录。哈哈，那没什么啦，有些曾经在我球场上被我去 K 过的球员都知道我的球速、我的砸法。你怎么从我的做人的什么东西，到最后变成我的砸法？为什么不担心那些球员回来报复？不会。所以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事，不是，是因为还没人能出去。点点点，你手上这瓶酒该不会是野格炸弹吧？什么东东啊？对啊，从来没喝过，喝喝看。别喝吧，不是每个人都撑得住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不管，我要喝喝看。你的意志其实挺坚定的，但是评委都说了，建议不要这么做。真的好呛，好呛。跟你说了吧，僵尸，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我该不会太多野格炸弹出现幻觉了吧？美娇老板，人家靠近你都知道，班佐先骗你。你先把老整掉，不是？哈哈，这是我跟朋友借的面具，有够逼真吧？嚯、哦，差点被你吓死，但你过得怎样啊？还不错，我上次在电视里看到你忘了关声音，还有电视爆炸。左线，后面那位是你朋友吗？嗯，是谁？面具做的比我还假。哇、啊，这家伙是真的僵尸啊！你不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吗？哦，哇！左线，你没事吧？我马上叫救护车。不用了，我撑不了多久了，哈哈。怕你妹啊！以后没办法再骗你了。祖宪，祖宪，你醒醒啊！祖宪，
God，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有看到吗？怎么会有僵尸啊？超自然嘛！是哪个头啦？对了，评委，你怎么会有散弹枪？我机车行老板身上有把散弹枪，很正常。你哪里正常？哦哦，快救救我！欠我，马英九。哦，惨了，有一大群僵尸朝我们这里跑来。你是植物大战僵尸还是评委大战僵尸？这是个网罗。这是什么？我们是国宅，评委交给你了。别让僵尸进来。你们有多少僵尸都一起上来，我都奉陪到底。方向键控制移动，空白键开枪及确定键 ，X 查看主角道具 ，F 12是返回焦点画面速度，建议使用急救包。二可使主角移动时脸朝电固定方向，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其实呢，这是为了换一些方向键控制，应该按。很危险马上就死了，马上就死了，有没有搞错？我马上就死了，够了，然后僵尸从窗户跳出来了啦。好像挺常见的，但也是在这游戏里，我按了，他怎么不理我？不过我自己的技术问题，我觉得我技术还算可以。哎呀！这太难打了吧？怎么僵尸这么多啊？你有看过这么难的僵尸游戏吗？怎么那么多？僵尸这么多？哇，你看那边满满都是僵尸啊！这是什么鬼？你可以独身打牛，还好我拿的是什么散弹枪。有看到，一个子弹只杀一个人，真的是有点太浪费。算了，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评委的那个 HP 好像真的没有？这个最大生命值提高可以增加一点，所以我在用那个时候可以用变成6。但是我现在连一个盾头都没有。空中大师的话是一样是用5个。然后如果你有那个弹簧刀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在僵尸面前使用弹簧刀。然后这个陈武是后来就加上去的，我看别人玩的。然后这些东西就是需要这些东西，这四个，它可以做出弹簧刀跟急救刀之类的，还有其他东西啊，那只是最基本吧。然后还有其他装备技能什么的，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